大陈岛上有患病的老人10多位，部分患有肿瘤、心脏病等重大疾病，而岛上又缺少相关的药。大陈岛虽然设有卫生院，配备了基本药物，但是群众目录外用药目前无法保障。喂，夕涵，我的学生阿普被蛇咬了，他现在脸色非常难看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哎，林成，哎，你的汇报非常好，很有实际意义啊。我现在要请假去大陈岛。现在？要去大陈岛？阿普是被什么样摔的伤？他说是青色的。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从山上摔下来了。哎呀，医生，药。还好不是巨毒蛇，但是孩子的腰肿了，可能伤到骨头了，必须马上送到市立医院去。现在？对，哎，我去拿担架去。夕涵，怎么样了？没想到这次摔得这么严重，医生说今天做完手术，明天还得再做第二次呢。我儿子阿普是住这个病房。这边还是由我来照顾他，谢谢。谢谢，走吧。夕涵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2年了，你还没有原谅你爸爸吗？我先去看看阿普。你外婆是脑中风，为什么？我外婆不是一直吃着药呢吗？前几天断了药。手术已经做得很成功，因为受伤部位比较特殊，所以最好还是坐着恢复比较好。那个骨伤药的轮椅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我不是通知护士跟你讲了吗？我钱没带够。啊？没事没事，医生，我去买。那赶紧的，别耽误了，手术做好了。好，好好。又关门了。阿婆还在医院里呢，没有时间可以耽搁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出来1个小时了。走，快，我们在前面看看。要不去我家药店拿吧。
去你家，你要去找你爸爸。我还有一把钥匙，就是不知道锁有没有换。你进去拿吧，我会把钱转到药店的账户。不行，打不开，这里有个电子密码锁。这什么时候装的？你输一下密码。93130。门开了。他们居然毫不费力就进来了，这技术也太高了吧！小心，怎么会被盗了呢？陈总，没有太大的损失，就少了一个骨伤的轮椅。有没有可能是熟人作案？这样吧，咱们先把视频拷回去，你也跟我们去那个所里吧。根据分析呢，我们现在锁定了两个嫌疑人，一个已经在联系他们单位，另外一个正在进行形体分析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老师，男嫌疑人的单位已经联系上了，他今天请假去了大陈岛小学。大陈岛小学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警察同志，我能不能一起去啊？你去干什么？不是说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吗？我去的话方便指认啊。那好吧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临时有个事，你们先去学校，待会儿一起会合。好吧。爷爷。爷爷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辛苦了，来到我们这里。啊，不辛苦。表示衷心感谢你们啊。爷爷，最近身体好些了吗？身体好，身体好。身体好啊。哎，身体很好。您这个钥匙给你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你，一定按时按量吃。谢谢你。阿婆，奶奶，我们来看你了。阿婆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我也挺不行。阿婆，我们这次啊，提前来了，给你带了一些这个中风的药。这个药你拿着，一定要按时按量吃，千万不要有任何耽搁。那个男的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那旁边那个男的呢？也不认识。我认识那个女孩，她是我女儿陈希涵。你女儿？啊，警察同志啊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我药店丢的轮椅
正是他们在用的，但是呢，我药店的店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，我们公司账户收到2000块钱，备注是购买轮椅的。小韩，你还没有原谅爸爸吗？爸爸错了，爸爸当初不该打你，可你也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啊。你来这里支教，你知道这两年爸爸有多担心你吗？你外婆的事爸爸是有责任，可你当时也不能那样说爸爸呀。小韩，小韩，前几天断了药。断了药？为什么会断了药？这几天岛上台风，船都停用了好几天了。为什么不给我外婆备着药？我们家是开药店的，我们家欠着几盒药，欠着几百块钱吗？小韩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可是你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。妈，我是学医的，是他一直不听我的，是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。现在好了，外婆要是醒不过来，都是她的责任。小韩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都是你的责任。胡闹！你，你外婆瘫痪这两年，爸爸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次他中风，爸爸想立刻赶过来，可当时路上岛上全部停航，真的是没有一艘船。爸爸已经想尽了所有办法，都跪下来求人了，可最后明成，这两年你利用双休日治愈给大陈岛的老人们买药送药，这我都知道。可是你这样一直下去，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程啊？可是岛上的老人不能断了药啊。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吗？这次局里可只有这一个脱产进修的机会，要是错过了，就要再等两年。是，可是我又可是，去年就给推掉了。林成，说吧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是我。我可告诉你，现在距离报名时间还有3天，你要慎重，再慎重的考虑啊。推给你的省药监局微信公众号的文章。什么文章？送药上山进岛，药社便民服务点了。真的？我们终于不用再上山送药了。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，山区岛屿等地区群众备受购药远购药难的困扰。今年我省将设立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300个。这是省政府民生设施之一，也是切切实实为山区海岛的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项便民举措。本来我们要配个药什么的，要跑很多路，来回都要大半天。现在有了这个药罐呢，方便的多了。
为办好这件民生实事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有关部门印发了2019年浙江省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建设工作方案，各地也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方案，积极推动便民服务点的建设。祝贺你啊，终于可以脱产进修了。也祝贺你啊，终于了了心结，也回了家。以后还会来大陈岛吗？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会来。